世乒赛赛程公布，男女单打决赛北京时间八点开打。北京时间11月16日消息，世乒赛下周就要开始了。目前比赛的赛程已经公布，男女单打的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早上进行，相对来说比较友好。比赛将在当地时间11月23日开战，但由于时差的缘故，首场比赛将会在北京时间24日凌晨1点打响。休斯敦与北京有14个小时的时差，很多比赛都会在北京时间夜间进行，男女双打的决赛也是这样。不过好消息是，男女单打的决赛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开战。在北美的比赛，对于中国球迷来说，这已经是一个相对非常理想的时间了。